大家好，我是 Lion。Hello， 我是 Angel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悉尼市中心的 The Rocks Market， 这边正在举办一个圣诞主题的一个集市集会，所以我们过来参观一下，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，什么东西可以看的。快来看一看这边。哇哦，是圣诞巧克力，圣诞节的各色各样、各式各样的巧克力，看上去特别的有食欲。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I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. 这个是什么啊？看一下。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. Oh, 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. Oh, bring us some figgy pudding and bring it out here. 看到了一家适合 Hermione 穿的衣服的店，我们准备跟他对比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好看的衣服，小礼服什么的。哦，这多可爱！都挺可爱的，我们准备买个一两件吧。又。Christmas Village 这边进来拍照啊，这也挺大的这个地方。里面还有小人在里面喝茶，还有画家宝宝，小画家，圣诞小画家。记得要给我们点赞三连哦。